现在在怀疑左手边，铁路旁边呢有一些已经拔起来的花生，有没有？这个呢，老一辈的他们称之它为土豆。是毛毛，还 OK 了哈。你知美哈，那它全部呢都是用的完好无缺的碗哈，把它剪黏而成的。看到这边，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剪黏。什么叫剪黏？来，往前稍微看一下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苦苓素的四季之美哈。好，那什么叫剪黏？什么叫做胶质？来，跟着癌的脚步走，癌介绍给你们听哈。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跟我们平常所在吃的碗是不一样的。来，薄薄的有没有？用到这种碗下去做剪黏的动作。我有看到哈，有一位同学正在剪黑线，那是的整个意象。那这个呢，我们称之它为平面剪黏。那你们刚才看的苦苓素，它就是我们的立体剪，身体是用树干而已。头有，头一样也有，头一样有树干在这边。下次的莅临哈，那你们有没有看到后面的墙壁这边？有三 D 的立体画像。这个是用往那边走的话是我们的北港，对，那记得我们这一条就是我们的嘉北线。集合，来，各位小朋友集合一下之后呢，要拍的团体照那边也 OK， 不用了吗？因为你看中间这个好像是它的蛋黄，然后呢这个是蛋白，有没有？整个就好像我们鸡蛋打破了之后，有没有蛋黄就在里面？它就是慢慢的油。到逐渐的就被慢慢的就被淘汰掉了，而这个湾子内站呢，它从此以后就慢慢的走入历史了。有没有很漂亮？那我们呢有时候会年年更新。你看奶奶站着，爷爷站着奶奶，然后呢，这个小女生非常的 happy。第二个呢，这个人行道他们相亲相爱的，这个非常的逗趣哈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呢还营造了一个小型的公园，是为了要营造三代同堂。举哦哈，给他一个微笑，大姐姐会更高兴，会笑得更开心哈。好，那往前方看，爽，然后拉拉裤子，棒棒脸哦。然后呢，姐姐爱护弟弟的心，他是永远不变的，所以就牵着小弟弟，叫他要赶快回去了。然后呢，妹妹拉着他的心爱的小礼物，就对，还稍微开心一下，对，大声一点，旁边也有，对，两旁边都有啊。他带的话，现在不能会跑在那里，没有，可能还要再过去哦。他饮料呢？饮料。我们来上一个早期的印刷室哈，所谓早期印刷室就是版画，它皮肤在板上速度加快一点哈。因为夏天它墨汁在干得很快哈，线条比较细的要用那个棱角将整个图层把它勾画出来，将整个线条把它勾画，做到它更清楚一点。